桃园东新西区花教大社举办救济活动已经进入第四届，今年物资发放现场也请大批贵宾前来感受温暖。大社乡民更加是满心感谢。我这七年来对啦，已经来四届，咱桃园东新西区会一挂师兄来关心咱大社乡，而且我代表咱大社乡所有的乡亲，而且感谢咱。这点的这个心情吼，使得大家吼非常的甲因敬佩安尼就对了。所以金门伫遮嘛特别赶来吼，甲因感谢，啊嘛顺便关心咱海口市吼，这个渔民老人会啊，甲社区的这重青者。桃园东新西区会这个诚心行动，每年协助将近300户弱势家庭。今年西区会唔呐延续这份爱心，是带动更加侪人投入，和今年爱心补助特别丰富。在台西来做这个社会服务，我们所筹备的时间大概在一个月而已。今天的受奖的单位在物资救济品方面有281份。那我们总共花出去的这个救助金有33万，我们希望把这个精神啊能够发扬下去，也有抛砖引玉、人积几积、人力几力的精神。来到台西举办救济活动是由桃园东新西区会创会会长发起，因为会员是台西人，对台西有深深的感情，也和这份爱心有了无同款的意义。台西这个乡亲由桃园先生伊是上个。带领讲啊，玉树大社出去拍拼，20多年、30年来啊，时常拢会关心到遮即个即个在地乡亲的即个各方面，所以呢，就会顶个月来加遮大社时常呢，我发起即个，我来继续。他到桃园东新西区会又过来发放物资，袂少台西乡民一早都赶来领取。这一份一份爱心物资，对因来讲是真大的帮助，也是度过冬天上温暖的支持。记者李嘉山，长报道。